佛教智慧故事。望子岭。相传燃灯古佛成佛后，在民间显现很多不可思议的神迹。在汀州就有这样的一个传说。夫人，快趁热喝吧。喝也是白喝。夫人，还是喝了吧，说不定这贴药还真管用呢。先生怎么说？你倒是说话啊。那个算卦先生说，说什么？急死人了。说老爷注定命中无子。我就说嘛，连药都白吃了。老爷，听说南安岩君庆寺中的古佛大慈大悲，有求必应，老爷夫人不妨去求求。有求必应，老爷，要不我们去一趟。歇一会儿吧。都快走两个时辰了，还有多远？三五里吧。我余毛一介之天命之年，可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我们余家三世单传，不能到我这儿断了香火啊！弟子在此向古佛祈愿，求佛慈悲为怀，赐我子嗣。一千，一千。老爷，这梦究竟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明白了，意思就是让我们做一千件善事。对对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可是老爷，我们就算每天做一件善事，这一千件也得做三年多啊。我们三十年都等了，不差这三年了，倒是得好好想想该怎么做呢。老爷。夫人，送去了。是啊，喜欢得很呢。那几块布料够给三个孩子每人做两套衣衫了。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也够可怜的了。京东再给他们送几斤棉花过去。夫人，您和老爷心肠可真好。等一下。因你拯救数百只蚂蚁的功德，一千件善行提前圆满，不久你就能如愿怀上身孕了。恭喜于老爷。同喜同喜，诸位多喝几杯啊。恭喜老爷。找了你半天了，还不快去招待客人。是老爷。老爷，我们自从有了儿子，光顾着高兴，还没有去怀孕呢。是啊，夫人，差点忘了。等会儿儿子醒来，我们抱儿子一起去感谢古佛吧。
啊，老爷，你看，儿子好像没有呼吸了。儿子，儿子他，没气了。别哭了，我们还是去求求古佛吧。是啊，古佛法力无边，一定可以让儿子死而复生。都是我的错，不该把被子盖得那么紧密，把儿子活活闷死了。古佛啊，求求您大发慈悲，救救我儿子啊，他才一岁啊。都怪我，孩子过周岁不该杀鸡宰羊，大宴宾客早下杀业，我今后一定吃素念佛，不再杀生。夫人，你看前面那个小孩好像是儿子啊。是儿子，儿子活过来了。后来余姓夫妇施舍大半财产供僧，从此吃素念佛，积德行善。因为这段故事，后来的人就把南安岩20里处的这块地方称为望子岭。佛教诸多经典中提到许多供香的功德，如一，罪障消除；二，福报优厚；三，来世尊贵；四，所求如愿；五，远离恶趣；六，见惑解脱。南无阿弥陀佛。
分。